新洲区全民健身中心机械停车楼项目。该项目由武汉阳罗经济开发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全额投资建设，项目占地270平方米，设计车位90个。车已停好，请拉好手刹熄火。该车库型号为平面移动型，设备由山东莱钢泰达车库有限公司提供，第三代智能伸缩式智能梳齿搬运器。该产品性能稳定、安全、快捷。第三代搬运器采用全球领先的伸缩梳齿智能交换技术，安装在车库轨道内，可将车辆从停车梳齿架上举起，沿轨道行驶至目标车位梳齿后放下车辆，即梳齿展开，最终举升和行走功能为一体，具有轻巧纤薄、举升强劲、自动对中、车型覆盖广、安全可靠、智能化程度高、维护方便等优点，能适应任何轴距和轮距，易于维护的层高要求低、空间利用率高、土建成本低、出入库作业便捷。全民健身中心机械停车楼建成后，通过现代智能化设备解决了周边区域停车难顽疾，节省土地面积，改善居民生活，提升了新洲区的城市形象。